赶快，我们在浩浩荡荡的，妹妹，你要带我们去哪呀？哈哈哈，我要来骑脚踏车。哈哈哈！拜托，骑脚踏车要跟人数一样的数量脚踏车才可以啊，这只有一台，我们五个人哎。对啊，要我们五个人轮流骑这一台哦。没有，是只有我骑脚踏车。啊？嗯，你骑脚踏车？哎，等一下，妹妹，我记得你是不会骑脚踏车的、啊。如果你待会骑一骑摔倒了。会受伤，也会心疼的。不要骑，不要骑，不要骑。爸，就是因为妹妹不会骑脚踏车，我们今天才要大家一起陪她练习骑脚踏车啊。没错。错了，爸爸，她妹妹要学就她自己来学就好了、不用全部人都来吧。对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呢，爸爸有跟我说一个故事哦。那个故事呢，就是三个臭臭的那个鞋子，还有跟一个那个。像猪的哥哥，像猪的哥哥，怎么了？你好好讲话啊！什么？三个臭鞋子，哥哥的臭鞋子啊！不是啊，爸爸，你说那什么故事啊？什么一下我又猪，然后就臭鞋子？不是啦，爸爸才没有骂你是猪。爸爸说这个故事啊，是三个臭皮匠啊，胜过一个诸葛亮，形容的是三个才能平平的人呢，他也可以胜过一个足智多谋的。诸葛亮，没错哦，原来是这个故事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所以妹妹，你说我们三个是诸葛亮？不是哦，不是哦。妹妹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三个一二三是臭皮匠，爸爸才是诸葛亮。哇，我也聪明的，我不知道，聪明的。反正呢，你们就是要来教我骑脚踏车，所以你们谁要先来教我？哦，爷爷抢答。我来先，我教。爷爷，相信你哦。你可以，爷爷，你有力气可以帮忙扶吗？来。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呢？叫做姜是怎么样？老的辣。没错，越老越辣。就让我这条老姜啊，来教教妹妹怎么骑脚踏车。好，只要给我十分钟，我就给妹妹全世界，她骑的跟风一样快。放心，我学得很快的。等一下，爷爷，老师有说脚踏车也不可以骑太快，危险。慢慢骑，感觉像风。但是其实不快，你加油，来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好了，好，妹妹加油，带你们去旁边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了，妹妹加油，妹妹小心不要辣到哦，爷爷，哎，第一步，第一步啊，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先把脚踏车往前，把这个踢开来，然后呢，脚踏车啊，有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，妹妹，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啊，是要保持开心的心情，骑脚踏车。我微风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开心。所以呢，第二步要看着前方，面带微笑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跨上去啦！小心哦，爷爷会扶着的。哦，爷爷扶好哦。我扶好，好，还是把屁股坐到这个椅垫上面。有吗？有，坐好。那记得啊，你的这个龙头呢要握好，眼睛看着。爷爷。没事，爷爷扶好扶好，不然我真的会跌倒。小心一点了吧，只是鼻子刚好碰到了这个辫子，打了喷嚏，没事的。爷爷扶好，爷爷扶好。好，再一次哦，准备呢，踩着踏板，踩着踏板，握好龙头，握好龙头，看向前方，爷爷扶好哦。爷爷，你到底可不可以啊？妹妹都要跌倒了。我行的啦，只是这个辫子太碍事了，一直碰到我的鼻子。爷爷，我都快跌倒了。真的，爷爷不是故意要让你快跌倒的啊，是这个辫子害我的，不是我害你的啊。好了，爷爷，那我力气比较大，我来扶好了，你先休息一下。好了，爷爷来了，爸，你先休息啦，小心哦，你跟妹妹练习哦。小心哎，换哥哥。好，那刚爷爷教的前面两个步骤，你要自己做对哦。好，坐上坐垫，然后双手扶好，双手扶好，坐上坐垫。哎，好了，待会呢，直直的往前骑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的龙头要抓稳，不要左右晃哦。好，那哥哥你要扶好哦。当然，你可是我最心爱的妹妹哦。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爷爷，我也很爱你哟。哎呀，哥哥你就。不要再这么恶心了，等一下妹妹跌倒了。好了，哥哥扶好。那你脚踩上踏板。好。
加油，往前骑，开始。下来。哦哟，刚有跟你说这个龙头要扶稳，不要这样子左右晃。可是我刚刚坐上去的时候，它就是会自己左右晃啊。所以你要把它抓紧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默默都要头晕了，加油。好，抓紧哦。来，坐好坐垫，加油，双手扶好，稳住，往前倾，开始。看着前面，等一下，哥哥不要一直往前推。那你要往前进啊，快点。好。对，你要抓这个抓好，再一次。好了，预备了。好，开始。哥哥先不要自己推啦。我要让你练习龙头要抓稳呢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妹妹，小心一点。哎，小心一点啊。哦哟，爸爸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妹妹她的龙头一直这样转来转去的，没有办法教她啦。是她自己转来转去的。你明明就自己不会，要怪别人。姐姐换你了啦。哎呦，好啦。不管怎么样都要扶好啊。对，换姐姐。还是最细心的姐姐来。来，妹妹你看我。姐姐帮忙一下。看你。不是啦，你要转过去看前面啦。哦，姐姐讲清楚嘛。好，妹妹我问你哦。嗯。刚刚啊，哥哥在教你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种骑脚踏车的感觉的 feeling 啊？脚踏车感觉的 feeling 有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那你就抓着这个感觉，抓着这个 feeling 往前骑就对了。好，那上来。但是因为我刚刚快要跌倒了，你一定要扶好。好，我会扶好。好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准备好了。好，一二三 ，Go， 出发。不是姐姐，你要扶着呀。扶好啊，姐姐。我要扶着啊，你不能一二三手又放掉。慢慢来。还要扶着，那扶好。一二三，出发。不是、啊，你又没有踩踏板，这样怎么往前动啊？哦，姐姐，你这样子我会跌倒，我没办法往前啊。哦哟，那哦，我觉得妹妹都不像我一样聪明，而且我力气不够啦。爸爸来。好，妹妹你先下来哦。爸爸他们都一直这样子说我不会。好，我跟你说，骑脚踏车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练习平衡，所以呢，你要先把脚踏车的平衡练习好，来。上来，爸爸扶好你哈。练习脚踏车哈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练习平衡。来，好。骑脚踏车呢，找谁？找你啊，找你。我是谁？你是我爸爸。我是你爸爸哎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呢，双脚踩在脚踏板上面。好。哦，爸爸，你看，有感觉吗？有感觉。先用脚练习一下，踩踏一下，嗯。先试着这个感觉，这个才是姐姐刚刚说的感觉 ，feeling。对，哦，很好哈，可以。啊，你这个龙头要抓紧哦，哎，不要这样晃来晃去的，危险。好，练习好了哦。好，现在先把脚停下来哦。好，爸爸你要抓头哦。好，把它抓好，来。哦。现在呢，你脚踏板先不要动哦。好，爸爸呢？爸爸，我鼻涕。好，爸爸要把手放开了啊，你的。龙头要抓紧哦。好，先抓紧，试试看。哦，有没有很稳？有，要有这个平衡感哦。有，哦，很好，身体不要扭的。爸爸，我看不到，可不可以往前踩了？好，等一下，慢慢来。好，慢慢的，脚一点一滴，往前踩。加油！慢慢的啊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爸爸帮你扶好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有，爸爸帮你扶好哈。来，慢慢的往前踩。哇，爸爸抓好。慢慢往前踩。妹妹，爸爸抓好了哈。妹妹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转弯。我转弯了。好，再来。好，转弯。妹妹，往我们这边。再来，往前一点。这里。过来。这里。哎，你们看。好，继续。你只有教他怎么骑，没有教他怎么停呢？爸爸，妹妹，按照前面的刹车键。停下来了。很好，学会了啊。爸爸，你真的好厉害哦。当然啦，我是谁？我是你爸爸。
所以我说啊，儿子教的可真好，你有个好老师呢。没错。不过，爸爸教的好，那爷爷教的不好吗？我刚刚也教的很好，我也很卖力，要不是你的辫子，还有我一直哈啾哈啾的，我也可以把你教回去脚踏车，对吧？对不对，小朋友们？对不对？对啊，爷爷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出来太久了，好像要吃饭要回家了，肚子好饿。对啊，好饿。那我们准备回去吧。好，妹妹，那让哥哥跟姐姐带着你再练习脚踏车，慢慢骑回家哦。好，你要顾好妹妹哦。好，慢慢骑练习一下啊。好，记得平衡感，脚踏板，抓紧龙头方向盘，准备出发回家。不要忘记爷爷教你的啦，小心哦，面带微笑，看着远方，好心情啊。对啊，爷爷教的不要忘记啦，爷爷教的很好，对不对？很好，爸，嗯，教的很好，我知道啊，你教的很好，对啊，学会骑脚踏车就是你教的。哎呀，那时候我只教了你十分钟，你就，哎，儿子，想要看到猫猫亲子台最新最快的官方影音吗？记得按下订阅，还有旁边的小铃铛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留言，这样子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到我们猫猫亲子台精彩的影音哦。订阅、小铃铛、留言、按个赞。